抢救人没成功，两个人双双阵亡，都不能买活，有可能是最后一波了。这波 nothing to say 什么情况？是谜团大招，拉这边的一个火女，火女是奶酪没盾，把火女打掉。我们看一下，回头莫奈特在跟 DB 对刚，好像第一时间不是肖斯对手，但是肖斯自己一个人孤立无援，有一个买活的老奶奶在帮他，但是老奶奶做一个将帮不了的 BKB 技术飞扬之后中了战神血帽，又是倒了，游戏结束了，老干爹这边只有一个老奶奶，所以他们超出了 GG。举行这次世卫大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今天放弃枪长协助，心相连的三十